Hello guys, welcome to Monster Universe. 我是流星，我是海山鱼。这次又来拍《天空密集生存》了。对，我们连拍啦。这边是……对了，流星。什么了？记得刚刚拍片的时候，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地方，就那棵树啊。哦。对啊，那棵树啊。那棵树在哪？这里。这个有什么？这有什么奇怪的吗？没屁用的东西。变好快哦！希望既期待又怕伤害，然后希望里面有钻石，然后结果没屁用的东西。那我要封印它哦，封印。应该用万字封印。然后大家会听见下雨的声音啦。好，又要再唱那个。不要了，我怕大家会有版权问题。久吧，我等你 TP。我动机何在？我动机何在？请问一下，我动机何在？我不知道。对，你不觉得很像那海绵宝宝那一集吗？那个。我知道了。他找名牌，然后派大星受害啊！我动机何在？那很好笑耶，到最后结果是名牌在他背后，因为他衣服，然后还那个派大星说，我看到了，又不见了，我看到了，又不见了。这一天会不会有很多怪啊？流星，什么？你到底要不要 TP 我啊？我刚才不是 TP 了吗？没有，你在 TP 一次啊？我已经跑到这个岛了。那为什么没看到你？等一下我看一下。我刚才是有 TP 吗？等一下，还是我自动走过来的？你自动走过来，我刚刚在那边呢。你看，大家请看一下这个坐标，因为我不想打热带雨林，所以我就直接打很多水。很多水，很多水，超现实的，超多水，而且这边有凝固水，而且好像又要天黑了。啊，请干过来。对呀、啊。再回去家里一下。好，我等你，快哦，等一下又升过来了。我回来了，干嘛？等一下这里面已经升一只女巫了。升一只女巫？例如哪一只女巫？很丑的女巫。OK， TP 哥。我看是什么？啊！走开，色狼。她是女的。是母的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很 shot， 获得了荧光石一颗，不是一颗，一撒，不是一戳，一戳。好了，你上一集说发现那个洞，我忘记了。这一招，那个地方很危险，我一下去马上急求 MV。其实那好像是跟那个我们来的时候看到那个洞窟有相连，相连。对啊，因为那个也是有，我也是有看到木材，所以应该是有一，我找到了。在哪？我已经看到火把亮光了。哎呦，这个我也要，这个我也要。这有点恐怖天啊！然后顺带一提，我把动态光拔掉。你刚刚从这边，尽量从这边哦。哪里？这边有木材可以站。哦，我听到张比森。孤立吗？有环抱。然后呢，各位应该看得到我这个，我把动态光拔掉了，因为他每次都还有断线。然后要重拍。对。女巫。有时候甚至要夭折，因为他损毁。阳光。哇哦！为什么他插到了？都是谁？啊？他插到了。死了！你在讲什么？他插到了。我被他砸到了啦！哇哦，好疼啊！我的牛奶刚喝掉了。Open！ 怎么办？我差点看到安德哎！哦，什么死巫婆啦！我发现一件事，你应该要把这边封印。为什么下面那么多怪啊？你应该要把这边封印住才对。你看一堆僵尸，还有苦力怕。还好我把它封印。嘿嘿，咬我啊！冲上来，不要！你喷了。B S K。
哦哦哦 ！shit， shit， 滚开！啊！我装备全点回来了。我滚！哦，谢谢。哎、欸，我装备该不会炸掉了吧？不会吧？你要有吸到吧？没有，还有一些在下面。还有一只。TP 我上去。啊！然后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好 ，OK，OK，OK， 好 ，OK， 上来吧。好。有最主要南瓜种子那些就没有没有经验。我，你个屁了！我必射箭是吗？我差点打，我才差点打成那个耶 K I L K， 是这样。想要复活，结果变成死亡。再不是想要到原本的地方，结果死掉。啊，这边很多矿，其实很多怪。是啊。作者大大，作者大大，我的安全帽呢？作者大大就是喜欢搞一些难打的，还有那个，就是我上一集好像讲到一半，还是我讲过，就那个他会把你 TP 到虚空。哦，对啊，对，只是我们要去查一下到底是哪个插件会导致这个雨啊，不然照理来讲我们会 GG 好几次，而且我们的宝贝的装都会喷掉，应该要打防喷的。而且如果是 TP 到虚空的话，就捡不回来了。对，我又差点看到安德。虚空在 TP 了。可是东西掉虚空不是就消失了？你在 TP 回来啊？你被 TP 到虚空的时候在 TP 了。看战神就是不一样，我才不怕你。我们先插满火把，多怪啊！我怎么感觉这个好像跟真的原始地图的那个遗迹那么像？是不是作者偷懒一下？好啦，不可以这样啊！搞不好还有其他的特殊东西呢，我们好好看探索一下。哎，奇怪，嗯，你跑哪去了？这根本就迷宫。我走。应该是喝一点水。我怎么我感觉喉咙怪怪的？太久没拍片了。嗯，因为电脑狙狙嘛，说超久没拍片。呜、哦，又有窟窿，你哪里冒出来的？我的开山刀爆了啦！隔壁我拿斧头敲你哦。斧头也是有伤害，它有加五攻击力耶。哎、欸，我又发现另外一个遗迹了。然后我刚才看到这个箱子没开，哎，有人拿了。呜、哦！发现另外一个通道，哎呦，苦力怕，滚开！啊不！啊错了！我刚才也差点被干掉，然后就快速 TP 你。然后没有回复药水，而且我的剑爆掉了。回复药水我丢回家。那个你过来我这边一下，这里这里这里。嗯。这里，你跑那么快的？这里，你看，哇、哦！蜈蚣、啊，我也快要爆，啊、后面还有张比，看我拿斧头敲你！你看搞这边有一个新的通道，哎、欸，有蘑菇哎、欸！哇、哦，这地方也还蛮大的呢，可是又很危险，这比雪岛的还难，还难那个掌控。对啊，雪岛的是比较好，人家那种普通的洞窟。雪岛它是一直线，这根本就是迷宫嘛。对啊，这根本就迷宫。所以我们不一定，我们拍片的时候不一定会把这个探索，有可能有些地方是影片过后，然后拍到有些稀奇的才再把录影程式再开一下，再把它录一下。哇，这是大厅吗？大厅。哎呦，有没有发现新的东西？接着好几个地方。好的，我们回忆来的。哎呦哦 shit！ 好的，我刚刚已经挖了一些矿，然后也拿去都放在这些里面，然后一些都拿去烧了。而我这边的画面呢，会那个所谓的加速跟减精化，然后大家可以相信我们不是作弊。然后我的稿子也都爆了，然后剑也爆了，刚刚整个超恐怖，包括我生一堆怪，然后狙掉了好几次。哎呀，攻击力超痛的。也不知道什么一堆怪，
要不然你有装那个 HIN 的插件？不可能，我绝对没有。如果有装的话，我们就 GG 定了。是啊，因为这边好多钻石哦。我现在只听到僵尸声，就有一种恐惧感。我挖到15颗钻石了。哇哦，要15颗，五六七十五十七，那我们有57颗钻石。哎、欸，那我们可以开始做钻器。我们快要不行啦，要先追到一组啊。一组啦、啊，五七哦，才五十七一组了吗？还没，天，记错。我们红石随便挖都有一组。然后我先做一下铁制道具。对你如果钻器的话，你也去换这把剑，那钻石剑超威的。为什么我现在才有杀戮时间呢？为什么？我看一下我的还那么陈旧，我的现在还连基础都没有啊，有点悲剧。那我先喝一下水。OK， 那现在换我实况组的精神，我不喝水，对不对？才怪，我也渴了。我只要看一下钻石的。然后说我在喝饮料。至于什么饮料呢？我才不想在这边打广告呢。打广告要收费。下大雨。哦不 ！TP。哎、欸，没事。哎、欸、哎、欸欸、怪了，等一下，我刚明明掉下去，为什么没事？可能是你打太快了，哎、欸，对吼，应该也是有重力加速度。对啊，应该也会死。莫名其妙。好像也差不多快要天黑了。我不会给他喝水。呛到。啊！哎、欸，还有哪个地方啊？我在这边继续找钻石。我们那个地方。欸、现在是快要白天还是快要天黑啊？应该快要天黑了。快天黑了。欧文，你睡了？我还没睡啊，你去睡吧。我要通宵、欸。要不要准备去石头岛了？因为我们那个地方就知道只有矿物嘛，然后矿物也挖的差不多了。当然已经感觉挖矿都挖到腻了。其实呢，麦块一开始吸引我的地方，主要是在它可以挖洞啊。我不知道怎么会有一个冲动，我很想要挖洞。是狗啊，挖洞买骨头。不是啊，不知道什么。我看到麦块之后就哦，哎、欸，可以挖洞哎、欸。其实我一开始听我朋友推荐这款游戏的时候，我是听他讲说可以盖房子啊，然后晚上会升怪，可以打怪啊，可以砍树啊。我那时候只是听到这个来想象，就会想，哦，感觉真的好好玩哦，然后就开始先。你知道，当然是先玩盗版，然后盗版玩一玩，再开始玩正版，然后正版玩一玩，再开始拍实况。对啊，对啊，这是一定的程序嘛。虽然我们杜绝台湾盗版那一块，但是一定会有人试过啊。对啊，也要先试用啊，不然你一个游戏也不知道它好不好，你就直接买正版，真的有点浪费钱，很浪费啊。超浪费钱的，然后我要讲什么？我忘记了。哦，对，这里面还有两颗钻石。这个都拿去那个地方啊，矿物类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的这些我来分类一下。粘土是矿物类哦。粘土算吧，因为它也是从那个挖出来，然后掉出来。挖出来，掉出来。为什么感觉？哎、欸，为什么要海绵？海绵干嘛用？海绵，我记得好像是哪一个地方吧？哪个地方把它挖来的 ？OK， 给你包包一下，给你包包一下。那种一组哎、欸，还有金矿。我要做一些铁镐，而且我东西几乎都喷光光。等一下，铁啊？什么了？我刚原本是想说，把那个铁衣服啊拿去给苦力怕炸一下，那结果我错了，可以把它合起来。
合起来他听说他耐久度会增加。会啊，我常做嘞，观众们都知道我常做的事啊。那我来吧，合起来，我们穿鞋子哦。合起来。要像我这样。合起来。哎，我一直按到 F 3要像我这样。你没穿裤子。对，因为勇者才不穿裤子呢。你变态！你在女生面前没穿裤子。你看这 skin， 这巴哈那画很漂亮。这是神魔的妲己。妲己，超漂亮。然后就跟流星一样，我们的借口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流星的神魔代表是那个叫什么？悟空，那个大圣嘛，说他 skin 就是换大圣啊。我进化了捏。然后呢，我呢，我你的钱解了捏，超强的捏，我是根本才，我不知道是怎么玩的，就给他乱玩下去啊。你就给他乱抽下去，然后结果。对啊，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啊，然后我就一直没跟你讲，然后后来拍我截图了以后给你看，你才说哦那个大圣很强，我才知道哦那个那么稀有。哦，那个那么稀有，一开始以为他是废物样。那、啊、对啊，差不多。OK、欸。哎，我们又有可可豆了、欸。可可豆，我们不是有丛林木，竟然还中了。我要把两把合在一起，合成。地上。你要那个吗？哎呀，好像大便。什么？然后，哎，等我刚才又要讲什么？哇，怎么一直忘记啊？真的是，真的是哦。哎，我们把这边、哦、箱子啦，这个箱子的东西，铁剑你那些都拿去啊。OK， 流星，我们把这边挖开哦。应该不会回收，就把它毁掉。哪边？那个我们入口这边，哦，可可豆农场，应该不会回收。合作是什么？回收回掉吧。合作。好，那这集差不多了，那我们下集再去石头岛吧。好哦，那我们就流星结尾吧。等一下啦，那先等我把这边变成那个。我先整理一下下，稍等一下哦。这个是可可豆农场，简称可可农场。块在这边，我们可以直接挖开啊？不行，挖开好丑。没有，我们做了四个箱子，结果都没放。是啊，哎，我发现一件事。什么？我这样做好像种可可豆数量有限，不行。数量有限，要买要快哦。打什么广告啊？对不对？好，那这集差不多就先到这边。好了，我先吃个苹果，补满。我先完成这个可可豆农场。OK。OK。好，那就这样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